这边叫下风嘛，风从上面这样吹到下面。哇，不错，妹妹力气好大、啊。玉米要翻一下，不然到时候一边浇一边。哦。因为它只有一个方向。烧肉。我在想说，有人没带那铁丝网的话，真的要在上面烤。我们通常都会用锡箔纸把肉先包好，对对，直接丢在上面。或者在这上面架一个锡箔网。那很难处理。很难处理。对啊，因为它肉会粘在上面。对啊，那肉会粘在锡箔纸上、哦、你很难拿了起来。那得买牛。对啊，可是这么大的火你怎么处理锡箔纸？很难处理，因为锡箔纸是软的嘛。像它这样还可以。不然。写英文，不然他看不懂，或是写西班牙文，可中文他看不懂，因为这边老中很少。专业的哦，还有牙签，有没有？要牙签。我跟你说，你现在只差一部脚踏车。没有。还带猪台，他只差一步，差一步脚踏车就很像，可以营业了。2 4 6 8 9，你要负责吃两根。哦，我故意买九根的。哦，是是。哦，我忘了，这边还有一个。对。是是。那个最后一根要这个二头杀三十这样子。是是是。哎，你在录影啊？这糟糕了，这个坏话都太好。是是是是是是是。好，我等一下把它PO到那个 YouTube 上。然后全世界都收到我们的。这偶力上来录影，这个倒是啊，头一招啊。来美国那么久，对啊，居然第一次来露营，居然被我害，对呀、啊，真是。因为是第一次来露营。我们来到南加州比较少露营了，以前在德州还露过。谢谢你，对，第一次给了我。对呀、啊，我太太说，好好在家睡觉不睡。好好在家不睡，要跑出来露营，放着好日子不过，是不是？对啊，对。好卡派提啊。路过一次以后，是他找你出来露营。好卡派提。你们听到吱吱吱吱叫？吱吱吱，对对对。对啊，应该可以了吧？啊、嗯。对。对啊，火太旺。对。因为我要翻一翻，不然它就一边是焦的。吱吱吱叫什么？咒在壶中泣。对。我有手套。这柴很好烧哎、欸。是啊是啊，我们这。随便放随便烧哎、欸。这个我们家三分之一的柴。我们可以露营三次，就一张鼻涕纸就可以烧。是是是，鼻涕有功了。那成年鼻涕啊，啊，跟那沼气一样，一点火就着了。这张纸，对，快熟了。先拿起来，换虾。虾子不能烤了，这个火太大了。对啊，我们把那铝箔那个拿来，直接放上去，虾子上去。
要包起来。要包起来，铝箔要包。不过那个虾的汤还可以留着。对啊。那来不及就吃沙西米了。好了，那个要不要把玉米拿起来？我先拿一个起来，先拿一个起来。试看看，好不好？你把它焖着它呗。没有玉米先放。没有，你要把它放这里，因为我们先不吃玉米嘛，先放。没有，他是看熟不熟。别的不要吃。好，那先拿到那边啊。好，先放旁边。我放底下好了。要不要放底下？放不下啊。Hello, hey, 你好。我放底下好了。好。会啊，因为我们公司有进了一台，有两台。他这种地方不应该。下去了，两亿。你看看，可以了，可以。好，换下一个要烤什么？一人拿一根虾。核桃虾，一人拿一根虾。哇，我们 Hank 的肉可以吃了。哦 ，Mark 啊，不好意思 ，Mark 的肉可以吃了。我的肉不好吃，猪肉不要。哎呀，饭后有排骨汤。